我们庆祝宋天在学校游泳锦标赛上取得了第一名，祝贺你。等一下唐莹，等丁浩来了再庆祝。好吧，我让丁浩快点过来。我的小蛋糕。哦，好的，我来了。丁浩真的太爱吃甜食了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没事哦，我有个办法。我来了。你们都吃光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们没忍住把蛋糕吃光了。这个蛋糕真是太好吃了，它有很多奶油，还有很多果冻。什么？你们都吃光了吗？你们怎么不等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有多想吃这个蛋糕吗？欢迎来到小岛。他们怎么吃光了？我非常想吃那个蛋糕，我等了好久。如果现在有个蛋糕的话，我蛋糕，我最爱吃的蛋糕。蛋糕，丁浩，我想要那个蛋糕。你要去哪儿？哪有英雄跑向梦怪的？蛋糕，蛋糕，事情有些不妙。你说不妙是什么意思？蛋糕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好吃的东西，它上面有水果果冻和棉花糖，甚至还有草莓布丁呢，太喜欢吃蛋糕了。如果蛋糕是诱饵呢？毕竟梦怪现在还没有出现。看来英雄不会听我们的了，我们快点跟上他吧。长鼻笑。我甚至都不用到他那里去，他自己就来找我了。哎，奶油蛋糕，果冻蛋糕，我来了。别过去，丁浩，这可能是一个陷阱。快点拿起英雄之剑吧。英雄之剑可以变换出高科技眼镜，它可以让你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。丁浩，快戴上眼镜，这样蛋糕会更好吃的。梦怪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丁浩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是怎么上来的？蛋糕多好吃呀，快到我这边来吧。但你还是想吃，你做梦都想吃，对不对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想吃果冻吗？你们也应该吃点甜甜的东西，它们特别好吃。那就快到我这来吧。我想吃果冻。很好，快过来吧。不，我不想吃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吃甜食，你别想骗我们。萨萨、静静，你们快点清醒过来呀。什么？不想吃？现在由不得你们了。原来你是蛋糕怪，快离开这儿。打不到我。丁浩，来我身边吧，你最爱吃蛋糕了。丁浩，你不能去找他。我不知道。撒谎？不，我没有。他没有撒谎，但你心里肯定还是想吃的。来，快来尝尝。
丁浩，别听他的。拿着吧，只是一小块。我拿着了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。你先吃一口，就一口，我马上离开。他在撒谎，丁浩，别听他的。谁在撒谎？我可从来没有骗过你。就一口，我知道你想吃。我是喜欢吃蛋糕，但现在不想吃了。我今天已经吃了三个了。那又怎样？如果你能吃下三个，那也能吃第四个、第五个。不，我明天再吃，或者后天。为什么要等呢？反正你最后会忍不住的。我会忍住的。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吃了。在麒麟岛屿有很多奇遇，大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麒麟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麒麟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麒麟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我想吃水果和蓝莓，我不想再吃蛋糕了。丁浩说的对，他们既好吃又健康。请问我可以带些蓝莓回去吗？应该不行，没有人能带东西离开小岛。我想要试试看。长鼻象，丁浩把蓝莓都留给你了。哇！我刚才宋天、唐莹，请你们原谅我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想吃蛋糕了。是吗？那让我们来检查一下。很漂亮的蛋糕，但是我只想喝点茶，不想吃任何甜食。不过，你们知道附近哪里有攀岩墙吗？我突然想要学学攀岩，你们知道在哪儿吗？这太奇怪了，我们只是想让你少吃点甜食。另一个世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恐惧。